环岛第五天，到了到了，我们到玉里了。我们特别要来吃玉里臭豆腐，我们的最爱。我自从三四年前吃过一次之后，我就一直想念到现在。可是妈妈，我小时候也有吃过。你有？你真的有来？小时候你有来过，但你没有吃过。你给我好了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走吧，走。就这家甜甜圈更多人，这甜甜圈超多人。对啊。怎么那么多人在排甜甜圈呢？推土机。哪里？哥哥喜欢的。哥哥喜欢的推土机。嗯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推土机。喜欢推土机啊？车。可是妈妈是那台火车。是那台火车。嗯。我们今天比较早到，所以就有时间来吃饭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也是很精彩，各种精彩。各种最精彩。对呀、啊，感觉人很多哎，要等。前面。前面呢、啊？为什么他会在前面呢、嗯？我们今天是最早出发，最早到。我们5:30就出发了。这是唯一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等一下。我们拿了。140号，现在真的是哪里都是很多，现在94，还有40个，40个感觉可以等一辈子。但它每个限点15份，所以40×15的话就是60。哦，一个号码限点15份。对，一个号码限点15份。哦，他怕你一个号码领太多。对。我们现在来对面走走，我们很少在，我们之前都是直接经过，好像没有等过这么久的，我记得都没有等很久。我也就是那次。嗯，因为我们那次是3:30就来，然后还等了他一下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记得我们太早到，好像没有，对，就马上就吃了。嗯，我们马上就吃到，因为我们是排名前面的。对。嗯。弟弟。嗯。今天好玩吗？嗯。今天真的早上雨爆大，然后又没有太阳，完全没有太阳。辛苦了。啊？你帮我拿着。哦，可以上车啊？没有啦，不能。好啊。爬到上面。你要看啊，你去看一下，邮局地板是湿的，刚刚是不是下雨？早上下雨，我早上来的时候是下雨的。行动邮局，哥哥在看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爬不下去吧？好像他是行动的邮局耶。你怎么看谁？弟弟，弟弟的这是什么？我们要在这边玩一下的，好险，先出门。走进了，走进了，走进了。你们走来对面应该就看到我们了。你走去哪里？哦，嗨，先生，你喜欢弟弟，很喜欢草地。弟弟是一个不怕草的男人，完全没有遗传到妈妈，很赞。哦，熊赞是吗？台湾黑熊，台湾黑熊，今天我们一路狂飙，骑105公里，可是我们一个早上就到了，所以我们下午就，刚才有等苏珊他们一下，苏珊他们那一组早上去台东玩，大家之后影片也可以看到他们去哪里玩，然后还有我们早上经历了什么，早上真的超搞笑的，真的，我们早上。起来骑了一大早，为了看那个热气球，结果到的时候他们收光了，然后就暴雨，超惨，今天真的过超惨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。咦，我们刚在瑞穗那边苍蝇超多，因为他们那边好像有很多凤梨田跟养牛，所以就很多，就会有很多那个。苍蝇。弟弟，弟弟，小心！弟弟，小心！走掉了。现在已经是6:45了，现在138号。我们拿到是140号，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还是2个小时，超久，比我们昨天林家臭豆腐还久，
20倍。这家真的生意很好，他们跟林家比较不一样，是他们真的是好像是现炸，林家好像是就是有炸很多炸好，所以很快。哦，139了，都等那么久了，一个人至少两份大份哦，吃饱、哦。OK 啊，他这个比较小，他这大份才大份90，差不多啊，对不起，差不多。那我们总共六片啊，你们自己选啊，我们先想好，先想好139了。只剩一分钟可以选了。那个，我两个大的，认真。他输在他们那我们家140，快点。那我三个大的，我们家三个大的。一大，五二，对，都大。那十二分大，十二分大，十二分大，两份，对吗？你两份。最多只能点十五份，就直接点爆了。什么？这里用吗？这里用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吃得完就点。要不要辣？辣给自己加，算了。好。他刚碰回来了。多下多下线啊！超大声。1080。确定哦，不后悔了哦，没有人要再加一份的哈、哦，来不及哦，1080哦。要再点，要再等两个小时哦。要饮料吗？你们要饮料吗？要，好想要，要。要。等一下再拿，再付吗？好，拿两瓶。好，好，然后统编8503。那这样就是1200。你看他们现在是现炸的，在那炸。然后他们不一样是，他是比较吃得到豆腐，林家是真的是脆，很像在吃脆脆的东西。但我喜欢吃林家，是我很喜欢那种脆的口感。但他这是吃到脆，然后也吃得到豆腐的里面。炸豆腐。OK， 那这样真的就会比较慢、啊、可是就可能就比较，他比较很在乎品质。哦，已经有了，哦，掉。13的爱，这家。我们两个点三份。因为它豆腐是真的是看得到豆腐那种，但我喜欢吃很脆那种。弟弟啊，你小心。我刚刚在外面。623，距离750。好，可怕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你们装这个很多的礼物。它味道比较适合出来的豆腐味道。昨天那个就林家就没有吃得到臭豆腐味道，这个是真的吃得到臭豆腐，就很臭。253，然后有豆腐，蛮近的。我很喜欢里面还有豆腐的那种软软的感觉。林家很像饼干，对对，脆脆的。我第一次吃到炸的豆腐，觉得很好。53，我昨天50嘛，哦，你分太多了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弄简单。你要休息吧。要吃热的。我们弄简单一点，10就好。是吗？1-10。11-10啊。1-10。那有可能直接命中，我猜 7 要不然。这就是我要弄简单。3。6。好，太多了。8。我们总共点几份啊？12。你们会后悔，我们应该点15的。一个号码可以点15，我们应该点15的。我们真的超强的。结果后来大家真的都点两份，好厉害啊，好猛。然后我们也吃了两份，他们说再也不吃，今天吃太多，但真的好吃哦，外酥内嫩，然后很臭。可是我觉得我喜欢酱比较咸一点点，差一点点不够咸。大家都吃到很撑，何苦呢？我们就为了等了这两个小时，然后点了两盘大的。
很爽啊，很值得吧？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？很值得。哎、欸，我一直都说很好吃，那、啊、你这边一直在分豆腐？没有，我就是这肚子很饱，可是其实真的很好吃。你看我后来还是一直吃，一直吃。好了，我们要回民宿了。我们今天住一个可以泡温泉的民宿，叫东殿民宿，还蛮舒服。我脚终于可以泡一下，稍微温一下。然后明天我们可以睡比较晚。耶、yeah ，好了，先这样啦，拜拜。